何必定感觉千里当更路是甘蔗路通何必第一临安洞的重要道路之一，但是因为年久失修，路面是坎坎坷坷，再加上道路真矮，常常有人回车的时阵一无注意就跌到边仔农田或者是灌溉沟内底。彰化县议员林根仁因厝着向管府来提议来征收，总算赶伫咧清明进前完成路面征收，好民众前往祭祖的时阵更加安全。河滨镇甘么基里东光路是当地民众前往祭祖扫墓的重要道路之一，但是因为年久失修，地处路面坎坎坷坷，阁有人因此跌落去农田或者是水沟内底。啊，咱这条东光路哦，是通往第二林安塔的重要的道路。啊，因为进前哦，路面破损啦，甚至沟洼一挂已经有放弃，有当时啊风头哦，爬落到沟啊，尤其一边沟一边沉，尤其医生爱闪迄个坎坎窟，有坑哦，道路有无平，伊爱闪。啊，地保哦，议员这边哦，感谢议员甲咱斗协助。彰化县议员林根仁接到定情了后，马上向管府提议来征收。工程嘛伫清明节前完成，好平将制作时阵有一条较安全的路。啊，今仔来看到咱验收到咱甘蔗里东光路这条道路吼，是要通通往咱河尾第二立骨塔车家啊，伫咱陈里长吼陈明元陈里长的提拔之下，伫咱清明前吼，因为爱。经过要来立骨塔遮个，所以呢啊，就这条路长期吼啊，拢啊欠修啊，道路破损啊，伫咱清明前，大家要来啊拜望挂香，来拜望来啊祭拜祖先的时阵呢啊，非常的危险啊，伫咱清明前吼啊，咱清明前遮个啊，叫咱彰化县政府干部处啊来紧来甲完成啊，干部处嘛正甘心吼啊，伫啊短短两三天。市内啊，就来个完成，啊，过来个即个啊，市即表现呢，我来个做好好。啊，咱个看到这条路呢，非常的啊窄小啦吼，咱的轿车根本无法度相闪，干那一台轿车甲一台摩托都无怎样相闪嘛吼。啊，所以啊，里长非常的重视讲吼，啊，咱即出入的安全，伫咱清明前紧来个完成啊。感谢里长吼，啊，今仔咱来个验收。建宏表示，路面虽然已经重新铺设，不过坎坷了，但是因为东光路实在是真矮，敢若会当予两台机车回车，汽车嘛敢若一台车会跨到，因此民众经过这个路段的时阵，依然需要真细力，并且互相相让。新竹华新闻李炳宏合璧采访报道。